历史旧照，山口百惠少女睡衣照，图四翁美玲一身洁白婚纱尽显俏丽。山口百惠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日本影视歌三栖巨星三浦友和的妻子，在事业巅峰期为爱隐退，成为了传奇。图为百惠少女时代的美丽倩影、玩具小熊、新型抱枕、旋转舞蹈的百惠，穿着可爱的睡衣，简直就是青春无敌美少女。乱世佳人里的绯闻丽美的摄人心魄，是她把斯嘉丽这角色演活了。有人说斯嘉丽就是她本身，不仅天赋美貌，更有着英伦贵族的气质与风范。这位乱世佳人除了美貌出众，她也有一颗极善良的心。她的善举很多，其中包括多次捐助二战并亲手为士兵织帽子等。邓丽君，中国台湾知名歌唱家，日本昭和时代代表性日语女歌手之一，她用歌声征服了一代人的传奇人物，是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女神。图为邓丽君穿着牡丹旗袍，甜美的笑容，优雅的举止，增添一抹动人之姿。翁美玲21岁时参加英国华裔小姐竞选获亚军，继而进入演艺圈。1983年，翁美玲饰演《射雕英雄传》黄蓉一角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凭借的黄蓉人物而红遍两岸三地。图为翁美玲婚纱照的美丽倩影，极为难得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